民国罕见老照片，不是朱亚帅气，萧红一生短促，电影皇后是她民国满洲的一位女艺人。这张老照片极具经典，女艺人端庄典雅，这张正装照彰显大家闺秀范，蒋介石一身戎装的罕见老照片，面容英俊，这颜值堪称民国美男子，真的太帅了。胡适和原配妻子江冬秀的罕见合影，胡适乃民国有名的美男子，气质儒雅，温润如玉，脾气温和，学问古今中西，深跨政学两界，比徐志摩还要帅气。而江冬秀虽学识有限，容貌平庸，可偏偏胡适一辈子都没能离开江冬秀，两人相伴到老。民国美女作家萧红一生短促，伴随她的只有多灾多难，只有痛苦，没有欢笑。她的一生是一幕悲剧，她自幼就没有得到家庭的幸福和温馨，只有在亲老祖父那里才能到一点温暖。图为年幼的萧红和生母江玉兰的罕见合影。杨妹妹出生名门世家，父亲是一位大富豪，所以她从小就受到宠爱，也养成了家人骄纵的脾气，直至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影星，演讲、唱歌、跳舞、演戏，样样在行。但谁也想不到的是，红极一时的她晚年却沦为乞丐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图为杨乃梅少女时的罕见老照片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蝴蝶原名胡坠华，民国的第一美女，著名的电影皇后，不但漂亮，而且有着从里到外的一种美，气质上的美，素质上的美，很有内涵的美，一种很有品味的美。图为蝴蝶抱着宠物的罕见老照片，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